快看，这是一个由螺母制作而成的密码锁。这个密码锁用到的材料虽然简单，但是只要不知道密码，再厉害的小偷也是无法打开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制作过程。这里制作的时候，首先是要准备到3颗螺栓以及一些跟它相配套。